他跟我讲手切磋，却不跟我打，怪我是不是？你说什么？我打不过你。不要太冲动。你们都是年轻人，有时候互相切磋，少不了会有一点点损伤的。改天我专程拜访你师父，跟他交代清楚。请问你师父是哪位啊？你管我师父是谁啊？总之比你厉害。说了那么多，有没有带钱来啊？没有。不要这么冲动啊！干什么？